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小朋友最重要也最期待的儿童节。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参加我们2022新竹儿童艺术节风的运动场活动。我要问我们现场所有的小朋友，你们准备好要开始玩了没有啊？哎呀，你们好棒，你们真的有在听我讲话耶，谢谢你们。从刚刚走进会场的路上就看到好几座太空游具，每一座看起来都很好玩。刚才主持人说要140公分以上，是不是？有的140，有的是小小孩也可以玩 哦。好，那大家都有机会玩。那我们也一起欣赏的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的原创儿童剧《宇宙大冒险》，真的很精彩。我们要谢谢他们，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给我们精彩的表演，好不好？真的很厉害。那这几年来，新竹市有越来越多的亲子相关的活动，也有越来越多的亲子友善空间，许多公共设施的规划也是从孩子和家庭的需求来出发。那么我也去参观过改造后的动物园和特色公园，今天我们所在的左岸水源草原就是把既有的空间再活化，成为亲子共游的好地方。我们新竹儿童艺术节已经举办到第7届，过去每年都吸引20万人次的造访，这是我们儿童界的年度盛事。那么今天现场我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大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好好玩，用力玩，尽情跑跳放电，一起度过开心的儿童节。在这里我要邀请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在新竹的儿童艺术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的疫情有些变化，要请大家戒慎而不恐慌。连假出游和亲友团聚的时候，一定要持续做好防疫的工作。我们小朋友要记得戴口罩，好不好？你们真的有在听的。我也要拜托大家，连假和亲友团聚的时候，互相要提醒身边还没打完第3剂的亲友，尤其是我们的长辈，要赶快去打疫苗，让我们继续团结，守护彼此的健康。最后，我要祝福我们2022新竹市儿童艺术节风的运动场圆满成功，也要请现场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准备好，我们马上就要上太空大冒险。谢谢大家，谢谢。